三个波一波波密多古德呢，多罗三藐三菩提古德波罗密多， 是那神咒，是大明咒， 是五灯等咒， 能住一切苦，真是无心。 故说波尔波密多咒， 即说咒也，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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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a Amitabha ka, Nama Amitabha ya tantaka dhyaya, tatya ta amri dhobhi, amda shtangi, amda vijandi, amda yuganda ka minikakana kitakar soha. Nama Amitabha ya tantaka dhyaya, tatya ta amri dhobhi, amda shtangi, amda vijandi, amda yuganda ka minikakana kitakar soha. Nama Amitabha ya tantaka dhyaya, tatya ta amri dhobhi, amda shtangi, amda Amiganda, Kamika, Naki, the Kariso, Hanaman, the Boata, the Boata, the Boata, Amri, Dodi, Amdestampi, Amdestampi, Amiganda, Kamika, Naki, the Kariso, Hanam, the Boata, the Boata, the Boata, Amri, Dodi, Amdestampi, Amdestampi, Amika, Kamika, Naki, the Kariso, Hanam, the Boata, the Boata, the Boata, Amri, Dodi, Amdestampi, Amdestampi, Gandhi Amiganda, Kamina, Sahanam, the great Rite, the Delta Amiganda, Kamina, Governor, did a Gariso. Nam Sarva, the conflict, the carpet of money, for the great Tata Katanya, the money from the Sakara Kam, the Hong Kong. Nam Sarva, the conflict, the carpet. Man pada petata katanya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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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karang pada pondok kerja nam sah pada kalau pegar man pada petata kata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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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karang pada hong hong nam sah pada kalau pegar man pada petata katanya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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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karang pada petata kata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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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karang四山当一宝地，三有陀化莲池，河沙恶鬼正三贤，万类有情当时地，一切清苦源源等，不借通上极乐国。 那么这个黑的字，这是白色的，是观音菩萨黑的字；红色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字，也是这样，对不对？黑的。那么地藏菩萨是蓝色，所以这个字啊，我们有时候多少观一观，很好，哎，消罪业。那么要是害怕了，晚上怎么地，或者经过哪，那么害怕，那么多少提示观一观。 那么他以前在台北有一位居士，他做的小型的，我们有什么要晓得关心关心好。不过那个这就是这都是算是祝贺，一心念阿弥陀佛只是正恒，祝贺可有可无，那么正恒那么必须要有。
我想在看呢，我正做猛禅，我看同学大家这么比量，也跟我这么学，那个回家可小心点，爸爸妈妈一看这孩子怎么的了？啊，我那时候我在总铺上拜佛呀，我母亲指着我哥哥，你看，那个意思就像我信迷人的滋味。啊，那么你们可得走回家的时候，八面玲珑都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看清楚了，啊，那么还是外表表现，叫父母一看，哥哥姐姐一看，哎呀，判若两人，就回来，哎，这乖哟，哎，那你不用劝他，他就信了。那么在圆满那天包水饺子，那么照说也可以带点，北方都是带点那个，夏天有荷花叶，还有什么叶子，芋头的叶子什么的哈，那么放在那里头包回去，给父母看。不过太远了，回去半道再酸了坏了，那么就得言语上说，你们会学会包饺子，回去给爸妈包一点的。我包的是真正的老北方饺子，口味不同了。那么我已经学猛禅同学明天背给我听一听啊，完了明天呢，那么本来我那时候想请一位仁波切呀来给大家灌灌顶，那么还能晚嘛，现在大家可以明天念大轮金刚陀罗尼21遍就可以学手印，学几个手印也好。你看那个打坐呀，解家伏坐的人在那解家伏坐呀，用功啊，就听着王坤说大金塔哟，大金塔，那么来拜哟，金塔哟，他现在打坐的人看解家伏坐，心里念阿弥陀佛，哎呀，有亡魂，有三身，有土地的哦。那么他说大金塔哟，自己很欢喜，就还继续念佛解家伏坐。时间久了，两腿麻了，就酸了，那么就放松啊，改成一条腿坐单盘。两条腿叫双盘，改成单盘，又听就是眼三身土地鬼神就说，哎呀，金塔变成银塔了，金塔变成银塔了，银塔也罢，银塔也罢。那么再久了，单盘又酸又麻又疼了，就都放开了，放开了就听王坤说走，土堆子了。不必往那拜了，变成土堆子。那么有些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总说我们要深信有六道轮回，有30因果，这是普通的，没有什么的事情。这世界人不知道30因果、六道轮回，他以为奇怪。那么母亲当时我信佛还被不了解，可是我劝母亲念佛，我给买了一个108粒的大力的新月菩提念珠，母亲也每天也数着就念。母亲呢有断戒，就是修桥补路活该死啊。那么这个年头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就做了就能赚钱哦。啊，修桥补路没有定功德，母亲有这种断念，很难信佛。可是我因为这就是儿子了，有缘了，教母亲念佛，母亲也念，晚后两人辩论完了，一看哦，好12点了，念珠拿来，念佛要好睡觉了。口号我辩，你到时候该念佛还念佛。
我那时候还没回家呀，我晚上吃那个豆腐啊菜呀，母亲看着，哎，真是的，可怜，吃那个豆腐有什么味儿？我就对妈妈说，我说妈，我现在吃这个豆腐比以前吃那个五花肉，比吃那个坛肉还香哦，一切卫生道很不可思议哦。以前吃荤的时候，那个菜里没点肉或者没点什么都不能下口，这个就在现在吃就是很有滋味，很好。还有什么呢？大体不说。今天那个叫新英师，他们工作有个工地工作忙的晚了，晚课就做完，现在剩了几分钟了，八分钟到九点。还有需要什么？那能把这小蒙山背下来，明天念大乘金刚陀罗念21遍，那么再教几个手印，就那个手印，阿弥陀佛的手印也好啊，那么这是披甲护身，这是披甲护身。我出来台湾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说运气不好啊哈，就是要不来台湾怕要死的，重罪轻受的，所以那时候不好。我晚上在那个阿莲乡啊，那个光德寺岗山呢，那光德寺，那么到院子去，小静就洗洗水，就到院子去念经，我就有点害怕，害怕，那么越弄越害怕，我就赶快跑回来，跑回来还有，哦，就身上就抖擞，就害怕哟。哎，那个道宣师就告诉我，说你解那个披甲护身，披甲护身，那个披甲护身的印哦，我就解，一念，哎，这样好，那就好，这个披甲护身，明天把大乘金刚陀罗尼背21遍，明天就教几个很有用的印哦。那么就是加持这个米水也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也算印。再就是那时候我初学的时候啊，这不完了哈，供香供灯啊，尤其供香完了再结一个供养的印，那么就感觉到佛呀，那是大智慧人，就我们这十个指头佛结了多少印教给我，中间这个无名指两个扭起来，这是须弥山四边的四大部洲，这一供小，这一个小世界我供，那么1000小世界我也供，1000小世界是一个中间世界，我完了再1000个中间世界我供，就是大千世界，我都供过，那么这是很好很好。